未来面各位先进大家好，那是你们是来介绍陈东义，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嘉陵花莲科的种苗人工繁殖生产技术。那嘉陵花莲科呢，这个物种是在台中地区的一个特产，它跟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海瓜子有点相像，可是它们两种是亲戚关系哈。那这种东西，这个嘉陵花莲科，它又称为海瓜子莲科。那它因为它的那个，因为它的水管哈，有时候会天然奶绿的话，它会变得比较橘黄色。那当地的就把它叫做赤嘴。那跟我们西南部的赤嘴哈，它是属于不同的物种。它主要的栖息地在台中的那个外埔大安，还有大甲地区的一个海岸哦。那当地就是天不时利，那也造成了这个物种是在台湾目前是在这个地方分布最多，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它能够分泌一个蛋白石哦，然后附着在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石头上面。所以刚好这个地区有这个环境，所以造成了它的一个只有一个当地的一个特产。那大概每天大概都有50-60个那个渔民啊，他们会去那边挖，那每个人挖的都是4-5斤而已哦，所以它的产量相当有限。所以在别的地区，可能离开这三个，离开大甲、大安还有附近的一个外埔地区的。那乡镇可能会没有办法吃到这个东西哦。那它目前它的当地的价钱大概是从海边抓上来就，一台斤就大概250块左右哈。那最近就那个最近那个大甲事件啊，大安市的一个河床的一个污染事件哈。那造成那一个资源的锐减，那台中市政府就希望我们能够来为他们做一些资源的复育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目前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繁殖的水体体积就是越来越小，就小水体，然后来一个繁殖高密度的一个种苗生产。那这是我们一个繁殖的一个模式哦，我们从过去的一个三吨桶，然后现在我们进化到1.5吨桶哦，可是它的那个密度，它的繁殖的密度有增加有少，这个是外企介绍的，这个烧杯里面大概可以生大概有将近10,000只左右的一个下面嘛，一个人工养在里面。那我们这边的最主要是一个用高温度的一个藻类的一个培养技术哈。那这是两种的一个模式的话来做培养，那每日那使用量都是相当的低，因为那个藻类量使用低的话，那对外来的一个污染就会相当的减少。那我们因为取得一个小水体的培养所需要的种类就不必太多哈。那我们的一个催产是用一个低温的一个控制，然后一个温度差来进行一个催产。目前然后贴合它的生殖性指数来操作。那目前我们的一个技术方面的话，操作起来的话，几乎目前达到80%的一个催产成功率。那这是它的一个胚胎液的发育的一个过程哦。那大概30天左右，大概它只孵化20-30天的话，它大概就会有，像米粒那么，比米粒小一点点哦，比白那一次差不多接近绿豆那么大。那我们在过程之中，因为配合目前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迁的一个影响哈，那
那种苗生产的话，大概如果说受到暴雨，那这个那因为它的时间比较容易受到一个暴雨的影响哦。那及我们开始着重一个设施的一个养殖，那设施养殖的话，就是要以空间来换取面积的那个面积哦。那我们做采用一个多层式的一个养殖的方法哦，那一层一层的下放去哦。来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管理控制，那这样子减少了一个受到气候的一个影响啊。那另外也可以降低目前降低一些采收的一些成本啊，容易掌控这个种苗的一个生长一个状态。那这是我们在一个无杀的一个不用杀的环节。目前被除了牡蛎以外哈。那如果说蛮清醒的贝类在民间生产的话，大部分都是种苗变态成体之后，大部分都是移到那个室外的田间室里面去，那个然后过程要采收的话，相当的耗费人力还有一些成本哦。那我们的一个方法是在一个五沙的一个环境底下去培养哦，大概目前一个面积单位面积的话，在一平方米单位面积大概有50万到100万的一个育苗哦，可以到1米的一个种苗的一个数量。那它一个发展的潜力，就是因为它第一个目前没有人在生产哦，所以它是一个要算是一个，需要从天然海域拿来做养殖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哦，那是属于一个独门的哦。那单价高，那产地价高达每公斤可以达到400块钱哦。那没有人在作为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养殖，所以产量上比较不会受到因为产量大然后价格崩跌的一个现象哦。那目前我们大概出乎目前大台中地区，那每只大概需求量大概要1000公斤的一个这个成倍的需求量哦。那如果以1000公斤来算的话，它连下来的个市场产值的话，它可以高达14000万以上哦，极具一个相当极具台湾的一个变化哦。好，谢谢。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淡海水都有，两者都有。它是海贝，但是因为它的栖息地刚好在大甲溪跟大安溪的那个交界口，对。在座的先进还没有针对这个发表的技术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次用掌声鼓励，谢谢王主任。